粉红超跑速度太快了，又被海放啦！追不到粉红超跑，没关系，即日起到3月15号抢先预购粉红超跑积木组。这款粉红超跑积木是白沙屯拱天宫授权的，还有过香炉哦。仔细看，你还可以看到里面有三边妈祖哦，里面还有白沙屯妈祖哦。之前有买过这个白沙屯妈祖跟千里眼顺风积木组的朋友。 它可以放到这顶神轿里面哦，推荐给各位妈祖信徒的朋友，绝对值得预购一顶回家收藏，带回家组装可以拿折拿剩，拿剩拿五波比哦。点选上方资讯栏或影片下方链接即可抢先预购，恭请一组粉红超跑回家保平安哦。感谢啊！平安搞得很好，感谢。嗨，阿贝，谢谢你。柯文哲，哎，你看，我本来是来发节缘品的，结果节缘品发完，我整个箱子又堆满了别人送我的节缘品，哦，这就是互相感恩，你知道？哦，感谢路上的各位。 已经进到大概是北港妈祖医院这边了，哦，今年是走这一条路线过来的，去年是另一条，哦，他经过妈祖医院这里，我看到很多家属带着他的家人，哦，在住院，要推着轮椅，对吧？进来，刚刚看到一群推着轮椅的，哦，要准备要认给他，鼻酸啊，因为说真的，有很多网络酸民都会骂我们说我们名字未开。 他说我们什么怪力乱神啊什么的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人在最无助的时候都没有人帮你的时候，就剩信仰了，好不好？唯一能给我们资助的，就剩信仰了。所以人家说，妈祖婆想要大家拜个加虔诚啊嘞，11万大军，超过11万大军，整个里面其实很多都高知识分子啊，你不要以为大家都没读书哦，信仰哦，在人们心里这一块哦是很重要的。 不懂就不要批评别人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在北港妈祖医院这个点这边，其实现在两边人龙都已经排开了，是希望说妈祖可以进去里面绕一圈也好，因为有很多在里面的病人其实他没办法出来，啊，但是进去里面就保持安静哦，大家不要喧哗。在里面看到院长以及他们医院的一些高级干部都出来在迎接了，我看还有护理长。
妈祖在为这医院的病患加持，因为很近的距离，我们就看他们白沙屯电视台那里，他们有比较近的距离，然后我们一般民众比较挤到里面，就看他们直播，很感人的画面了。好吧，妈祖没有要进北港医院，不过他在门口停留很久了，相信他是远端加持，好，远端加持。该鼓励，哎，跑得好酷啊！移动式的小粉龙超跑，哎呦，进北港这边有一个好大的接驾点，黑桃 A 啊！粉红超跑，我们的右手，那还能不见？还有你，这个接驾人太猛了，原来是朝天空的助手。老板呢？我们将我们的帽子，我们拱手团队一起哈。先帮助，那我们都会叫我们一起拉哈。现在不要拉他。来了来了，那个兔的妈祖。这个北端的有你啊，大家好。这三边妈祖。今天大家好，欢迎来掌声加尖叫。赶到这个庙的周边，哦，庙周边一整圈有吃的有喝的哦，还有沐浴车、厕所都有。但是现在好香啊，我还没有吃早餐，那现在已经快中午12点了。可是我这次要挤进去庙里面哦，这次是我的一个目标了哦，因为以往我在看都是在外面看着叫三进三退哦，我都还没进里面拍过，所以我这次很提早很多，看能不能进到庙里面。自从他开始整个人数请起来之后，我就挤不进去了。快点的，等一下收礼啦！呵呵呵，11万大军啊，休想啊！再提早来是挤不进去啊。现在进退两难了，现在要出去都是个问题。冷包哦，200多公里。哦，现在只听得到远方不断的在放烟火。我现在在这边只剩下听声音的份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突然有欢呼。哦，第十五排礼拜六。我到底挤在这边干嘛？我现在这个功能大概只剩下录音师的功能，收现场的声音。这一次我恐怕不能让我的 GoPro 飞到那个空中去。哦，我这一次就帮这个 GoPro 关录音。GoPro 自己飞上去。Oh,
会长都是一个问题啊。今天这一题觉得好像有点没有达到我的标准。我们再次回到朝天宫啊，其实我本来白天就要结尾了，不过我实在不太满意，没有拍到很棒的画面，没有见证到很神圣的一刻，所以身为一个很认真很拼的 YouTuber， 我们还是晚上来拍它会嘎，热血起来。好的，没想到现在距离起驾还有将近2个小时，还是一样连庙都挤不进去。哦，我现在在进火了，现在在外面听住持，现在在念名字，我念很多人的名字。我第一次参加，其实我第一次参加那个挂会仪式、进会仪式，他不会要念110,000人的名字吧？我们今天这大概就是一般香客视角 ，OK 了，因为我没有特别去申请什么采访证啊什么，就当一般香客哦。反正所以我们今年的画面没有很近的，然后都比较远。哦，现场大家很守秩序哦，整个摩西分海，好吧？我画派一下，画面是我画派，他不下钱包，进来的时候往外走。哇哇哇！哇，正义正义！哈哈，刚一堆人趁着那个车子进来，赶快往前挤。然后我们知道现在集众人，集众人的力量逼退他们。哇，这位工作人员赞，好，大家给他推推，哦，非常有正义。来，谢谢。哦，对，哎，趁机进来的全部后退。刚刚走进来的都往回走。林北好不容易卡到这么好的位置，这样子不公平。所以走进来了，到出去，谢谢，往回走，往回走。因为他现在中间必须清哦，要趁机，他现在中间要空出一条路了，所以大家都要趁这条路的空档，想办法往内钻，哦，但是哪有这么好的事，把我们这些站在那边2-3个小时人当白痴啊！通通往回走，现在都不要往前了，炸了好厉害了，今晚搞弄上班啦，都往回走，谢谢。送。都被吵完啦，你今晚还是起来上班啦。住址在哪里？哦，底下咧气派咧哦。给你拍手，给你拍手，给你拍手。三眼美女，她比谁都勇敢。三眼，哇！要那个开会。就要将这个万年香火带回白沙屯哦，继续传承我们妈祖的精神哦。君哦，灯叫了，灯叫了，哦，妈祖顶叫了，咱都买下顶叫了，君哦，君哦，隔空君哦，哇，这画面真的棒啊，哦！白沙屯网络电视台。Oh my god! 会踩踏，很可怕，太可怕！
走错路了，我以为他会从武德宫这一条，结果他要从四湖，妈祖要从四湖那边，也就意味着他要开始走滨海了。哦，因为回程急行军嘛，哦，他可能要走滨海，一路这样子一直冲上去了。不然我本来想说要送妈祖至少出北港，哦，这样子。因为人太多了，因为他现在如果是走四湖那个方向，加上他后面又好几万人跟在后面，我可能完全看不到他。哦，啊，今年真的人数爆多，然后乱象也很多，比如说浪费食物、不守规矩啊等等的。哦，不过这也没办法，因为妈祖现在是很红，然后就会吸引很多人来。哦，所以当然素质就会有些改变，还是很蛮怀念以前的。哦，啊，那没办法。哦，那我们今年这一集就可能就到这边了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跟去白沙屯了。好，突然感伤了起来。OK， 好了，拜拜，拜拜。